兄弟们，背包客亲自上门来挑选一款华强北的手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今天刚刚好有一个同样是做背包客的兄弟来荣哥这边挑选一款华强北的叉卡手表。来来来，兄弟，咱们都这么熟了，想要哪一款手表随便选。就是你在微信上面说的那个叉八款 HC 叉卡手表，我想要哪一款来看一下。没问题的，就是这一款在微信上面跟你讲了华强北真顶配 S10 超薄叉卡版本手表，这一款也是目前华强北轻薄叉卡手表的天花板。行的，那你有没有个样机给我看一下？你这个包装好了，我也不好意思拆。来，兄弟，我给你找一下吧。华强北的叉卡版本手表这么多，如果不是在华强北这边混的，可能一时半会都分不清楚这么多型号。就是这一款了，华强北真顶配的 S10 超薄叉卡版本手表。这一款手表的话是做到了11毫米的超薄边框以及非紫藤系统。好，来给我体验一下看一下吧。好，兄弟，你为什么想着亲自来拿这个叉卡手表呢？因为我是做二手机业务嘛的，对叉卡手表的一些东西的话还是一知半解的，所以说我现在来想找一些专业的人看一下，顺便我在这里拿钱回去自己卖一下。如果你是想卖叉卡手表的话，我是建议你先从这款 S10 叉卡手表开始做，因为的话它质量和品控以及流畅度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这一款手表好评非常多，售后也是非常的低。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我先拿这个上手体验一下，回去看看试个试效果怎么样。好，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手表的话你就直接拿回去就行了，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随时微信交流一下。好了兄弟们，今天的手表就安排到这里了，还是那句话，花小钱办大事，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滴滴阿勇安排。